汉子、秃子、燕子，723大合体，国民党大团结，要力拼胜选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下架民进党，民进党做得不好，真的，对啊，政党轮替会对我们台湾的社会比较好，因为有权跟有钱哦，就会糜烂，政府就会糜烂，绝对执政，绝对贪婪，对。八年。八年哦，真的是啊，一年我们就受不了，真的是见血见骨，真的啊！你看啊，国民党那个党产，国民党以前不管再怎么烂，他也不可能像民进党这样见血见骨，对不对？给人家清查党产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18%那个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弄到最后都到谁口袋？大家心知肚明。他们要合体在就是有看起来要更融洽一点，这样感觉好像没有很融洽，就是我觉得没有演得很好，就是可能要更融洽一点。对，因为侯友宜之前不是不挺韩国瑜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需要人家帮忙，对，再回来说大家要团结，我觉得有点太晚。就是你要的话，你要再多一点。他不在太阳底下等他七分钟，15分钟哇，15分钟。那现在等25分钟，然后抱得更紧一点，我觉得看会比较好这样。觉得大家都只是为了利益而生存，端牛肉出来，那么合体有什么用？多拿政策出来啊。对，都拿政策出来，不然这个合体，我觉得大家都看习惯，他们也会合体，他们也会合体。因为我不知，我没有想支持侯友宜，我自己是蛮想投柯文哲的啦，真的好奇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蛮有喜感的。没有特别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要还是看选的人是谁。选的人是侯友宜啊。对呀。本身的形象或是自己做事的风格，就是要再思考一下。你说谁？侯友宜先生。因为其实那些深蓝的支持者，他们肯定会希望自己支持的党派内部是团结的啊，对啊，那你们这样做的话，就当然是可以巩固原本就已经是很支持国民党的那些民众，像中间的选民，或者是其他比较偏其他派系的选民的话，对他们来说，其实就是单纯在作秀。对对对，就是韩粉会挺韩国瑜支持的人。所以应该会有部分的选票被拉过去了。是偶像嘛，各自有各自拥护的粉丝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让他们更聚合在一起。国民党我觉得还需要加油，对，我觉得年轻人还是支持民进党多，所以国民党需要加油加油。2024我觉得需要政党轮替，但不一定要是国民党，可以有一些第三方的。新兴势力。有民众认为，合体之后，侯友宜此刻应该要关注的是自己要端出什么样的政策牛肉。